那在我们集训开始之前，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所有的参赛队伍，你们将和现场的所有队伍进行两轮的比拼。如果你们赢了，你们可以获得一些训练优势。训练还有优势？哇，很好，很好。现场的任何一支队伍赢了，所有的同学们可以获得杭州特色的大礼包。 带团旅游呢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比拼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这个好像真跟排球有一点关系吧？砸积木堆高高，成员轮流拿沙包砸倒高台上的积木，积木全部砸倒后，成员合力把积木逐块的垒起来，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。六个人一组，分两组进行。 先请队长抽国内的高校当中抽取两支队伍。上海交通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。这有点太卷了。 太爽了，老狠了，你突然瘦好多，你这。第一轮比拼，三、二、一。专业的，专业的。你来快！大的，先大的，大的，先大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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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快快快，咱们得上上上我脖子，来上我脖子，主兰上，快，先站站站，可以的。
黄队要达阵了。别着急，稳定稳定。获胜，所以现场的每位同学可以获得精美的丝绸和宫廷团扇。就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就几个呗。对，啊，对不起。兄弟团，我们也要加油了。加油加油！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轮比拼，我们要从国外的高校当中抽取两支队伍。麻省理工。牛津大学，请麻省理工和牛津大学各派出六支队员出战。哇，你看他们的个子！哇，他们都好高啊！他们是男儿队吗？这个身高。太高了，脸色变了。第二轮比拼，请准备。Three, two, one。这，哎，可以。超哥百发百中啊！
我们这队难道不会瞄准吗？哇，超哥每一次都超哥百发百中啊！哇，超哥可以啊！慢下，慢下，对。我们要快一点，要快一点！加油！啊，加油，加油！老公，加油！啊，加油，加油！底座要稳，底座要稳。下有三个，有机会倒，有机会倒，他歪了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哦，哎，小心，别，你不能在后面推我。啊！哎呀，他，啊！哎，又倒了，又倒了。扶住，扶住，扶住。OK， 他们要红队要达阵了。